第五波新冠疫情非常严重，社区对物资和服务都有很大需求。社联至今在多间企业、基金会和善长的捐助和支持下，转赠和分派了66万套快速抗原测试剂、13万个口罩、7000套保护衣和面罩、7万件其他抗疫物资，例如消毒用品、食物包、乐灵科技产品等，被社福机构分派给包括院舍员工、住院长者和残疾人士、劏房住户和低收入家庭，以及前线员工等等。在艰难的时候，只要社会各界同心互助，我们一定会很快击退疫情。